你看什么叫披萨？披萨就是当年马可·波罗到北京来，到中国来，他去学做饼呢、他很会做，回去就要表演了、我从中国回来，我做饼给你看。那一天一做，那个馅怎么包包不进去，他很奇怪，所以他觉得很气，很丢脸呢、人家问他这叫什么？那时候是讲闽南话的，他说饼，闽南话饼叫做饼饼。那、老外说什么饼？饼啦，所以叫披萨啦。披萨就是饼啦，问到很烦，饼啦，跟我们摘披萨啦。